仨字，滚下来，滚出去。滚下来。沈腾贾玲爆笑接梗名场面，这是传说中坐上去就能怀孕的红沙发。那个是能怀孕的，这个是结婚或者再婚的。哦，结婚或者再婚的。对，那这是个这个沙发能让人怀孕，它是个沙发还是个男人啊？当金星又问，那阵就想好了要说女相声演员啊？没有，那时候没有，那时候在学校里真的就是主要就是谈恋爱。就谈了一个同学吗？同班的。同班的。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你不找点别的，找点什么舞美系的什么的？你怎么知道？